王阳明二十六号出席代言活动，身为爱妻狂魔的他，这次也不忘抓住机会，送礼都送到他的心坎。我觉得送礼是看心意，然后有的时候不需要送太贵的，但是有的时候也是需要送很贵的，对，所以这个就是要看你怎么让你的老婆开心，对。能够赚多一点，让老婆开心，那这个也是很重要的，对啊。这疼爱程度根本满分呐、啊！而老婆蔡诗芸即将推出音乐作品，趁机问问能不能多透露一些啊？我知道她有写几首新歌，听说她明天要拍新的 MV。当然有啊，我去年底就知道她差不多写完，然后今年初她就在 mix 啊、我觉得你们会看到一个。一个新的 Dizzy Dizzo， 满分十分，对，满分。不愧是宠妻狂魔，小记者也给你满分啦！非凡娱乐台湾报道。